大家看到的是最近发生在我们百鬼幼儿园新手游的一桩离奇事件。在幼儿园最近的升星考试中，鬼使白同学被潜藏在大家当中的封禁委员封印了。为了救出这个叛徒，我们立马召开了紧急会议。可是没想到，这群笨蛋竟然以为我是封禁委员，害得我也被封印了，真是气死本大爷了。哎，新来的，听好了，找出封禁委员的重任可交给你了。我们新手游的名字是阴阳师妖怪小班。幼儿园里的同学分为普通学员和封禁委员，普通学员忙着完成任务，封禁委员则是想方设法要封印大家。他们不仅能发动捣乱任务，还能使用传送法阵。我知道的信息就这么多了。那天发生的事，我从神社大殿拿到了考试录像，寄存在了阴阳师妖怪小班的官方微博那儿。哎，新来的，能不能找出蛛丝马迹给本大爷报仇，可就看你的了。哦，对了，差点把这个给忘了，新玩法、新地图都做着呢，敬请关注哦。居場所はない。源氏の栄光を取り戻すのは私だ。生活过于悠闲，
与其四处流连，不如都来种田，种下期待，收获惊喜。新来的小妖怪们也很喜欢这里呢。哇，庭院专属的新衣服，人家正在介绍呢，哪个熊孩子在捣乱？是为了抓住灯姐姐的蝴蝶吗？嘘，好像还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神秘小伙伴。小妖怪们欢脱的庭院生活仍在继续，未来也劳烦家主大人的照顾啦。大家好，我是藤姬，很荣幸能由我来为大家介绍本次阴阳师百文牌520发布会的相关情报，各位请多指教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看宣传片吧。首先，阿修罗大人将率先登陆百文牌，随后百文牌将上线全新版本善恶无名，八岐大蛇、地势天等八位式神即将共同登船，并且带来全新机制化身，客人们记得前来体验哦。年度剧情《夜之月屋》也将迎来全新的篇章，不知道会有什么故事在等待着我们呢？除此之外，百文牌精选画集也将正式登场，下面为大家带来画集的最新展示。这部画集或许能给小圆的剧本创作带来不少灵感吧，得尽快告诉他这个消息才行。那么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带来的阴阳师百文牌520发布会的全部情报了，非常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下班啦，不知道海燕组在干嘛呢？今天内务组又有什么大动作了吗？哎，原来是花火游园会的开园海报出炉了。7月2日，英子一定要第一个冲进去玩。听说来了不少新伙伴呢。等等，先让可可爱爱的英子来拍个照。晶晶，晶晶。谁是平安京最可爱的人？当然是英子啦。后面屏幕上的人，这是乐队主题的新系列皮肤啊，好期待他们的亮相。哎，灯姐发了自己的视频，我偷看一下。什么？欧票决赛要开始了，一会儿去找欧仔要门票。听说欧仔还想去报名青训营，等着被虐吧。不会又有新的工作吧？原来是这个呀，嘿嘿，他们马上就要上线了。虽然不会玩，但英子一定要拥有。吓我一跳，原来是海燕组。怎么了呀，海燕组大哥？出去玩吗？耶，太好了，想上大大们一起吧，好开心，期待和大大们一起去平安京乐园冒险。生きとし生けるものの運命を支配できると思っているのか。
思い上がるな。もう逃げられないぞ。大作戦。お前が築き上げた無垢な天国、俺が必ず焼き尽くしてやる。记得吗？我们从庭院出发，邂逅百鬼，结下羁绊，在春夏秋冬的轮回中成长。如果未来是一场奇妙冒险，希望能与你并肩同行。你是我们永远的阴阳师大人。阴阳师大人，今年的520，你有什么好主意了吗？